走向前，心情像在飞。没有爱情，我有条件线。接下来我们欢迎陈佳音带来的舞娘。
那些画面再出现，再回到从前。两位请到舞台中央来，我们先看看三位全民评选代表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包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会选谁哈？来，凤姐，你干嘛呢？这两位，我觉得他们台风太好了，对呀。然后我觉得蔡于君啊，他真的在表演，他是第一个就挑战那个小嘉音，对。然后我觉得嘉音在，好像你在比赛吗？啊，不然是在表演，你去哦。感觉他好像已经出道了哈，但是在小巨蛋了已经，对，厉害。他是表演者。你会选多几档？那些和你投票，你也投导向。你会投给谁？嘉音还是怡君？嘉音。嘉音。好，来来来，其他两位哪一位想跟我们分享？好，谢谢。我说好了，其实呢，快歌要在比赛拿到高分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要很喘嘛，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挑战者来势汹汹，你看到那个嘉音到现在都还在喘，留在现在才喘，刚刚唱歌是没有感觉的。以他的这状态，他会喘到礼拜一哦。啊，是这样，这首还那么年轻，马上就会恢复了。马上就会恢复了，但今天的挑战者怡君确实很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台上完全不怯场，难怪前面讲那么多的大话，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对我来说啦，我自己的感觉是你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者，你很有自信，不怯场，包括唱包括跳，但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巨星的光环，但是我们在嘉音的身上可以完全的感受到气场还有未来巨星的一个感觉，真的，所以你也是投嘉音是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两位前辈在开场演唱给各位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对，两位并不是唱快歌，他也没有载歌载舞，他光只是唱歌，你就可以感受到整个摄影棚的一个氛围。那嘉音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一进副歌会让我起鸡皮疙瘩，这就很重要。对，所以我投给嘉音，当然也是因为嘉音来了这四次了啦，因为宜君第一次来，这个舞台不容易征服哈。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看这个总投票数了。好啊，那尤其我们是分开看，那我们先看挑战者。先看挑战者，好，宜君有多少人投票给他？请公布。蔡宜君首次来挑战的票数是。好，如果呢这个待会我们看到嘉音是超过这个数字的话，嘉音就可以留下来，我们也会从那个地方呢大数据多的来挑一位观众来送奖金。是的，好，我们因为你还在喘，我们让你休息一下，进广告让他喘，待会再回到希望之星现场直播。其实我现在真的非常紧张，因为就大家投票嘛，刚刚我们两位姐姐唱歌的时候总投票数大概都是45000-46000，那45000-46000减掉25000就只剩下2万，2万多，所以如果照刚刚的平均哈，平均，所以可能待会逼出来的会是应该是2万上下，对，但是不知道是多少，对，但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来看看到底我们卫冕者嘉音可以得到多少票，请看。好，我们先来看到，也是2万多少，两万多少，就差1000多而已，你看看吓死人了，吓死！这个节目太可怕了。所以我们现在总投票数也过50000了，哎呦吓死！因为你知道，照我刚刚那样算，我没有算错嘛，前面都45000左右。因为后来已经就挡掉我们。对对对，好。不过我们真的要为宜君加油，真的他好棒。宜君你很厉害，好，来拉拉队再为他喝彩一下。谢谢你们，谢谢你来，太精彩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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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嘉音！哦，留下来了，留下来了。好，我们现在先从这个投票给他的朋友当中抽一位来送奖金。好。连线27000人里面的幸运观众，
新竹的雷门先生。什么雷门？林先生，他只是去雷门浅草。喜欢旅游的朋友，你要不要谢谢大家投票给你？谢谢大家投票给我，我会继续努力的。加油，今天表现好棒。林先生是10000块哦。呀，对，录音幻梦团的礼包送给你哈。积积啊，积分换奖金哈，真的恭喜你了哈，可以留下来，请坐上你的位置。恭喜嘉音。就紧张的，就气气的哦。嗯，好，接下来马上欢迎我们第二位踢馆。